第二十二题，已知每个基本电荷的电量一等于1.6×10^-19 次方库仑，下列何者不可能是带电体所带的电量？我们晓得，我们东西会带电都是因为得失电子的关系，所以东西的带电量应该一定都是电子电量的整数倍，也是基本电荷的整数倍。那么我们的 B 跟 C 都是多少个电子电量？那么没有问题，我们的珠负 3.2×10^-19 次方库仑是我们的基本电量的两倍，所以也没有问题。但是 A 1.6×10^-20 次方库仑只有我们的 1.6×10^-9 次方的1/10，这样子就不到所谓的整数倍，所以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不可能是带电体所带的电量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正1.6×10^-20 次方库仑。